今天跟两个朋友喝咖啡，喝到比较晚了，然后我们去一个小巷子里面开了一个中餐厅去吃饭。这里是诚心道大道。这里有一个很窄的小巷子。这是个合记私房菜，是一个河南老乡开的店。这店如果没有人带的话，很难找的。来吧，我们来点菜。老乡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过来了。对，老乡，你在这边开多少年店了？十多年了。都打我班同学。哥。搞进来呢，搿个冻冷，这里菜的分量和味道都是相当哇塞的，很符合我们的口味。两个菜，两份水饺。还有一个菜。还有一个菜是吧？好。还有一个水煮肉片。好。这个是水煮肉片是吧？这个量还可以啊，价格都比较便宜。这里的菜。很多越南人过来吃。我们这桌子49万越南盾，不到50万，这价格应该是很便宜的。这个餐厅老板是在里面烧菜，然后他的越南太太在外面打理，啊，基本上是一个夫唱妇随夫妻店，在越南的诚心道的第五郡的小巷子里面，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。啊，很难找。